他跟李炳南老师学习。李炳南老师是师承印光大师，这是有师道的传承。而且老人家亲近李老师十年了，师长说的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不懂啊，在清静的过程呢，才懂这些做人做事。都要有清静善知识，看善知识怎么把佛法，把儒释道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所以这些很重要，他要有师承。我们仔细去观察很多邪教，他都是说突然他就开悟了，这个都不靠谱。包含善知识都是谦虚的，他不会一直标榜自己。沉静谦和，处事真诚恭敬谦虚和睦。没有说善知识动不动就骂人脾气很大，这个我们都要冷静观察。为什么？这攸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阿难问世佛集中经里面讲到，从名师受戒，那个名是明白的名，不是有名的名，他是修行的过来人。他不是修行的过来人，那就变成以盲引众盲了，他自己都还不清楚这个路怎么走，他就带头带人了，那很危险的，相牵入火坑呢。所以我们很幸运呢，我们能遇到师父上人，他跟着三个老师讲学62年，这是真正的名师过来人。我们能依止他的教诲啊，真干了，万修万人去啊，善知识是现了，一心就是为了成就每一位跟他有缘的众生，有缘的弟子。他老人家讲学啊，都是和盘托出啊。我们哪怕只是听他半个小时的开示，都是他一生修学的智慧，包含他人生的阅历都在其中了。那当然我们学东西啊，要能够啊学到根本，学到善知识的心境上，这一点很重要。目前当目其心呢，我们为什么学白话解以前，我们要先了解黄念老，了解善知识的心境。善知识怎么修学的？像李炳南老师跟师长见第一次面，李老啊开了三个条件。
跟师长讲啊，你能守这三个条件，那可以在这里学习，不能守啊，那另请高明。这个典故啊，大家听过没有？都听过哦。哎，师长答应了，因为啊，介绍师长呢是朱经咒老居士，这个也是跟他爷爷差不多年龄的，而且道德学问很好啊，是章太炎国学大师的女婿。这些老人家都很有人生阅历了，所以老人家啊，师长啊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啊，李炳南老师说守五年，五年之后啊，我介绍我的老师印光大师，你可以向他学习。李炳南老师是谦虚的，而且啊，这个不是李老规定的，师长好像是很久以后啊，遇到了演培法师啊，演培法师是跟地贤老和尚学的，条件也是这三个，师长才恍然大悟啊，哦，这个不是李老规定的，这是代代承传的规定。哎，那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了，我们能不能去跟人家说，你跟我学，守三个条件，这是一般人能够开的吗？哎，就有人这么学哦，啊，叫人家你跟我学，守三个条件。那要是李老的修行境界，李老的道德学问呢，你才能开这三个条件啊。我们烦恼都扶不住，然后跟人家开三个条件，你就跟我学，那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了。看学东西能不能学在相上，不行哦。可是我们很容易着相哦。因为修行啊，首先要打破自欺一关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哎，面对人家信任自己的缘分呢，那就我们就很真实的去跟他结法缘，他信任自己，我们一起跟名师学习，我的程度可以跟你做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切磋，自己还不是修行的过来人，那不能随便开三个条件给人家。我们一起守师父上人的三个条件。哦，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啊，也是自己轮回过程产生的习气哦。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这四大烦恼就是见识烦恼了，我见把这个身体当我放不下，我爱我慢我痴，所以这个我慢呢，不小心它就会起现行啊，连孟子都提醒了，人皆好为人师啊，所以我们遇到佛法这么殊胜的缘，百千万劫难遭遇，但
毕竟它是缘，万法因缘所生，所以佛法对我们是个缘呢，亲因缘在我们身上哦。所以这个佛法我们学了之后，让我们更知道自己的习气在哪，我们更去对治，更去放下，我们就得力了。果就是功夫得力了，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但是假如我们遇到这个缘，我们不是对照自己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有哪些习气要放下，而是我们拿着这个教理是看别人的过，那本来不懂那么多道理啊，还没有见那么多过啊。哎，随着听经道理懂多了，但是是向外的话，那就更看到他人的问题。那越看别人的问题啊，这个傲慢心会增长啊。那佛法这个缘就变成我们增长傲慢的增上缘了。所以善用自己的心呢，很重要哦。用错的心啊，殊胜的佛法都会增长我们的习气，但佛法没问题，是我们的心用错了。所以师长老人家有讲哦，学了佛反而家庭不和了，学错了哦。大家听过这一段没有？都听过哦。哎，那我们有没有冷静反思一下，我学佛之后家庭氛围有没有越来越和乐了？哦，还是我出现的时候，我家里的人，我一坐下来，他们就站起来，我上个厕所，有点好像不大敢跟我们坐在一起谈话了。学佛啊，是学人情世故啊。不懂人情，不懂世故啊，会伤天害理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哦，大家听到这四个字心脏都有点压力哦。这是李炳南老师说的啊。不懂人情世理啊，会学成佛呆子，学成书呆子了。举个例子，比方家里人生病了，我们学了佛了，然后就跟他说，你业障太重了。大家想一想，家里人听了怎么样？你说他也学佛了，所以我提醒他业障太重了。哪怕他已经学佛了，听到这样啊，我看这个心上啊都有点闷啊，会不会有点闷呢？你们有没有遇过啊？听对方讲话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就是吞不下去，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我们弘一大师他曾经编了一本书啊，叫《格言别录》，就是把《格言联璧》啊的精华挑出来，《格言别录》。那弘一大师晚年，他的时间很有限呢，
这些大善之事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他一定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争分夺秒的在助我，助到一半他走了，那这一部白话解重要啊。夏莲居老居士边静修结要，边最后编完再审，还没有完全定稿啊，他人家走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个静修结要虽然不是十五的月亮，也是十三十四的月亮啊，代表没有到完全完善，但是也已经几近圆满了。这都是夏老的苦心啊，黄老的苦心啊。大家有没有冷静去观察过？哎，要体会祖师们的良苦用心哦。所以弘一大师这么编呢，承德个人的体会啊，我们中华儿女啊，在这几千年来都是在大家族里面成长的，生下来少则七八十个人住在一起啊，多呢还有两三百人的，他自然在家庭里面呢锻炼体恤人心呢，为团体为众人来着想，所以他的言语在家庭里面的锻炼，他就懂得这个言语啊，不能太冲了，言语太冲了，可能一个家里面呢就常常吵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成长环境了，甚至于假如家里就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哇，你看父母还围着这个孩子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还围着这个孩子转，这个孩子以后学佛啊挺辛苦的呢，因为他在这种成长环境啊，他不知不觉以自我为中心了。佛法的修学是要放下我执啊，所以我们以前的人为什么修学容易成就，他从小扎的根基不一样啊。到我们这一代啊，要找一个孝子啊都挺费劲的啊。但佛菩萨祖师都是慈悲的，我们肯听他们的话，这些我们现世的一些障碍都能够去很好的对治，弯路也能够少走，重点是我们要珍惜他们的教诲。所以师长说福在受见，有福的人表现在哪，接受别人的劝谏，尤其这些祖师都是开悟的甚深啊。我们中华儿女福报真的太大了，你看这几千年来多少佛菩萨再来的高僧大德扶持我们了，你看在中国有四大名山啊，这些因缘都很难得稀有呢。到四大名山去，你到这个五台山去，文殊菩萨都亲自来接呢，我们福报很大的，问题是福报大要珍惜啊。
孔子教学四科，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政事就是做事的能力，第四是文学。我们现在教子孙呢，有没有把德行摆第一位？第二，我们有没有教过子孙怎么讲话？大家有没有教过？这排在第二位重不重要啊？这不，先不说教子孙吧，我们这里有没有认认真真花20个小时学怎么讲话？理有顿悟哦，事要渐修哦，讲话很重要。接着呢，得下功夫哦。所以这个格言别录里面呢，教讲话占了一大半。其实《弟子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句子都是在教讲话。凡出言，性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言多必失啊，唯其事，勿佞巧。都要说真实语，不能动小聪明啊。坚巧语，会污齿；是景气，切戒之。敬畏真，勿轻言，不能道听途说啊。知未地，勿轻传；是非宜，勿轻诺。这一条好不好做啊？不简单哦。定力不够，一下太激动了就答应了。哦，然后不好意思拒绝又答应了，后面，哎呀，做不来啊。答应人家要度德量力哦，这个格言别录教的哦，你面对因缘，度德量力，要有自知之明。审事责人，你要对外在的因缘环境客观掌握，哪怕缘分具足啊，你也要用对人才能够成。所以我们听儒家、道家、佛家这些道理啊，要用心领悟啊，进而还要付诸实践。言语重要了，我们得下功夫。在格言别录当中啊，就讲了言语要调剂人情，发明事理，要先调剂人情。所以今天人家生病了，很自然应该怎么样？先表示关心啊，关心他的情况。假如有需要医生，赶紧尽力协助，对方感觉到你的爱护了，进一步你也要提醒他的，他就容易接受嘛。你首先都没有关心，一下子道理就压过去了，他心里人心上就难受了。所以儒家这些教诲啊，都是人情事理，做人做事啊。假如这一些做人做事人情事理我们都没学，直接跳学大乘佛法，大家学的会稳固吗？就像儒家白鹿洞书院总结儒家待人接物啊，两条。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啊，就是两个字，中恕。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中，叫严以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恕道，推己及人。所以孔子一生教学啊，无道一以贯之啊，就是用忠恕两个字。忠恕为道不远，忠恕的存心呢、啊，跟真心不远啊，相应了。师长老人家有说啊，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大家听过这一句吗？哦，那我们可能要再思维一句啊。哦，学佛是要用真心，对，那真心我现在怎么下功夫啊？忠恕之道来下功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一个同修啊，比方他照顾老人，结果老人呢，照顾照顾呢，想离开了，不想给他照顾，这个同修就说了，嗯，是老人。我们家老人呢、啊，冤亲债主在障碍，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点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把责任推到哪里了？推到冤亲债主，跟我没关系。冤亲债主也只是个缘呢、啊。今天假如你照顾老人，非常体恤他，不给他压力，你说我没有给啊，我又没有叫他念佛，我一句都没有叫他要求他呢。你的言语没有要求，你的眼神有要求，都不能看相的、哦、大家有没有曾经感受过这个亲戚朋友呢？虽然他话没有讲，你很清楚他的意思，然后你觉得挺有压力的，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啊，我们在检讨的时候，那种反求诸己的力道不足，容易把责任啊往外面推。所以做人做事的基础啊，真的对修大乘非常重要。所以有一句话讲，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大家听过这一句话吗？哦，那我们听过了，我没有学小乘，学大乘是非佛弟子呢？那不是佛弟子是什么弟子啊？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哦、大家说魔弟子，跟我说魔弟子，听起来感觉一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言语的感受的敏感度了，有些话要人家讲，不能我们家，什么话要点到为止，是人家自己领悟的，不是我们硬
加给别人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你要学佛啊，你要了解释迦牟尼佛。比方他老人家的教学，前面十二年讲阿含经，再来八年讲方等经，二十年之后才讲纯大乘经，般若讲了二十二年，最后一个时期法华涅槃时八年，五十说法，他讲经有五个时期哦。从这里我们看到，一般的众生先扎基础，阿含经教什么？伦理、道德、因果。二十年了，我们现在直接跳无量寿经，那是大乘，甚至是一乘佛法呢。无量寿经里面有教很多做人没有啊？世间人民，夫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哦。所以啊，我们学习这个做人做事啊，学习伦理道德因果这个基础啊，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啊，不能忽略掉哦。我们护念自己啊，要把这个基础要补好哦，还有护念子孙哦。为什么师长老人家一直强调要扎三根，就是扎做人做事的基础啦。我记得老人家九十三岁的时候，是九十四，那时候九十四岁了，有同学问了师父啊，这个扎根要扎到什么时候啊？从那个题目啊，就可以感觉到呢，他扎根扎的有点不耐烦了。师父怎么回答的？我到现在还在扎呢。老人家回答问题是契机啊，他从问题看到啊，问问题人的心境，去提醒对方。好，其实扎根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观心为要，六根接触六尘呢，关照自己的念头，不能让贪嗔痴慢做主。其实扎根就是要放下这些习气呀。所以我们关照自己念头啊，要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深入。所以了凡四训说，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呀。要看得深呢，才不会自欺的。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说，学道的人须先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啊。须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啊。所以发现自己过失，老和尚说叫开悟了，不是坏事哦。
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我们一日不知非啊，则一日安于自是啊；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净啊。啊，天下聪明俊秀、根性好的人不少啊，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境界不能向上提升了，烦恼不能减轻了，只为因循恶智啊，耽搁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习气都因循苟且，太容易放过自己了，没有下功夫去对治它。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了。比方我们学佛啊，哪些习气要下大功夫呢？比方脾气要改。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师长讲经的时候说，看我们还有多少功德，想一下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啊？假如是刚刚啊，那就烧完了。好不容易积累功德啊，可不能一忍不住又把它给烧掉了。忍辱啊，对治嗔恚。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个开示非常精彩，六忍对治嗔恚。利忍啊，快生气了，不能生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压下去了，这叫利忍。第二个妄忍，算了算了，别计较了。忘了宰相肚里能撑船了。我们佛门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这一堂课我们毕业没有。大肚能容，还有什么人跟事不能容啊，就要反思了，要能包容。所以师长说的，学佛首先扩宽心量，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佛家讲冤亲平等，冤排在前面哦。所以师长都给我们表演了，他摄影棚里面谁骂他诽谤他最严重，他把牌位立上去，讲完经给他回向。好，感谢他，我五始劫那么多业，他在帮我消啊。大家有没有这一段时间遇到人家骂你啊，侮辱你，有没有？难不难过啊？难过叫烦恼，没有依照经典正思维。金刚经有一段话，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我们现在也是读诵无量寿经大乘经典，怎么还被人家侮辱毁谤？金刚经接着说啊，这个人是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没有他骂我啊，我先世的罪业三恶道的业是要堕三恶道的啊。已经世人轻贱故啊，就是因为他轻慢毁谤我啊，先世罪业以前造的那个三恶业是要去受报的，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啊。
他帮我消掉了。接下来一句很重要，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成佛呢，这佛说的哦，佛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了。这一句话真听进去了，人家骂你你不难过了，你还感谢他阿弥陀佛啊，你真的能感谢他呢。他骂骂骂到最后，他会想，这个人挺难得的，我这么骂他他都不生气呀。后来他还研究你，哦，原来是跟净空老和尚学习的，说不定他的法缘就因为你啊，把这个恶缘转成法缘了。所以依教奉行啊，是给佛菩萨脸上贴金，是给师父上人脸上贴金啊，佛法重实质啊。这样是为人演说了。所以这些义理我们真正听懂了，没有坏事啊，事事是好事啊。诸位同修有没有看过老和尚有一幅墨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看过啊？这样的日子好不好？什么时候过啊？考虑一下。那考虑一下不就是好日子不过吗？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金刚经这一段话真搞明白了，就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啦。了凡四训也有教哦，所以这一部经典啊非常好啊，道理讲得透彻啊。师长说啊，读300遍，把那些义理啊能深入。诸位同修啊，我们300遍读了没有？我们欠老和尚很多呢。好，诸位老菩萨，你们就多念佛了。不然今天回去啊，心上有一块石头。哎呀，这个承德法师说要300遍，我假如不念，不好意思看他了。当然，你念佛念得得力呀，那这一句佛号叫道共戒。你念佛能念得住啊，身口意的恶业就起不来了，你佛号当中就有持戒了，佛号当中啊五戒十善啊就起作用了，你不会有这些恶的言行跟念头了。但是假如呢，这个佛号还念不住，理也不明白啊，那建议大家多读几遍。这个法无定法，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们得要真实面对。来护念自己，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些理得了，心就能安。了凡四训说的，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咒罚。自己没有过失，人家毁谤侮辱啊，这也不是坏事哦。你还能不生气，能包容。
子孙都能做法了，你自己得的利益更大了。好，2023年刚开始，我们今年立一个目标，过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好，那这个忍辱能忘人，不放在心上，包容了，能烦人，这一件事我有没有责任？人的脾气都服不下来，就是觉得都是对方错，哇，那个气焰越来越强了。假如能反省到自己也有不对啊，这个火气就下来了。因事相争啊，焉知非我之不是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我有没有责任呢？去平心暗想，凡人、官人，这个官，《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幻泡影，我们举一个泡就好了。大家有没有吹过肥皂泡？你看，飞了好几个出来啊，停多久？几秒，两三秒，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白驹过隙啊，人一生好快哦，就过了。黄粱梦啊，一下就过去了。假如我们想想，我的人生就跟这个肥皂泡砰就没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就看淡了，不会这么较真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别较真了。这是一个观法。另外呢，观呢，比方说我教书，看到一个学生哇跟人家打架，这个行为，我假如针对这个行为去指责他，我就很可能跟他对立了。可是我假如去观察这个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啊，哦，原来他的妈妈抛弃他了，他的爸爸又不管他，常常都跑到一些聚着不良少年的那些庙宇了。那我本来要生气的变成什么？怜悯他了。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万法因缘生呢，他今天会有这个行为出来，有他的因缘在。我们不着在他的行为的相，我们能去理解他的因缘，就不容易生气了。甚至于啊，修行的人有前后眼了。他这样的行为，以后是要到三恶道报道，你还生他什么气啊？于诸众生，示弱自己啊。所以这个观，观人。再来啊，喜人。哎呦，面对逆境恶劣还能高兴呢？因为啊，我们昨天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餐，昨天有提到吧？哦，哎，面对这些人事境缘，他是来成就我的，他
他是来告诉我，我的内心还有哪些习气放不下。比方说我一见到他，我的情绪就上来了，你能一转念，哇，他提醒我，我再不放下这些，我临终会有障碍的。你从有情绪啊，就转成感谢他了。大家有参加考试的经验吧？那个监考老师来了啊，考卷发下去啊，哎，你做不出那个题目啊，你会不会去打那个监考老师啊？那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了，是吧？你做考卷做不出来呢，啊，学问不精，再接再厉啊，没有这一张考卷考不出我的程度来啊，你感谢这一张考卷的提醒吗？那所有的警员都是监考老师来了，发考卷给我们，看看我们修的如何啊，都是来提醒成就我们的道业的，那就感谢一切境界的成就了，习人。还有一个是慈人，慈悲，念头啊，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感受在自己身上啊，就是我执起作用。我执一起作用，就容易我贪、我嗔、我痴、我慢、我疑。俗话说，擒贼要先擒王啊。烦恼贼的贼王是什么？就是我。所以《了凡四训》上说了，我今天好像推荐《了凡四训》，推荐的挺积极的哈、哦，有没有一点像 Top Sales？ 这部书讲得好啊，修行就是知过改过啊，就这两件事啊，《了凡四训》教我们怎么知过，怎么改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心上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就好像烦恼，就好像这一棵大树一样。哎呀，这叶子都是毒啊！就在你在那摘呀、啊、摘呀、啊、摘呀、啊。你右边摘了一些，左边又长了一些了，摘的累得要死，好像减少有限了。怎么改？直接把树根斩断，直断其根，这改过的上策了。那我们教理听清楚了，哦，贪嗔痴慢疑的根就是我。把这个我斩断了，这些习气呀、啊、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师父有一个妙法，念念为他人着想，这个练成功了，习气、啊、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我们有没有练他个三个月、啊，念念为他人着想，所以这个慈人，举个例子，有一对夫妻，他们相处得很融洽，这个先生呢，赞叹太太，刚刚啊，好像跟大家有提到啊，我们修学呀、啊，要对治习气啊。我们刚刚提了
脾气要慢慢减少。还有另外一个，不要造口业。尤其《无量寿经》提醒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因为口业，首先我们自己的心呢，就不容易清净了。修行人最重要的修清净心，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所有的法门都是让我们恢复真心，明心见性。一切行门，只要谈到落实佛法的，以静心为要，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心净佛土净啊，我们今天要去极乐世界啊，这个频道要接上啊，用心把频道接上，就心越来越清净。我们也要去更敏锐感觉，去批评他人呢，对自己的影响，心不清净了。再来呢，这个批评出去啊，会起什么作用？这个我们都要用心去感悟啊。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你是称赞如来，你是口吐莲花，整个家庭的气氛、团体的气氛不一样了，大家都见贤思齐啊。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啊。你那个批评的话出去了，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到他的耳里面去啊？这彼此的关系不是结更恶了？我们这一生是要去极乐世界哦，随缘消旧业啊，不再造新殃啊。师长有给我们表演哦，有弟子还拿录音带来，递给师长了，这个老人家 有人批评您老啊，是吧？师父怎么做啊？拿了，砰，垃圾桶，不听。心里面装什么？装对方的好。人跟人的缘分要越结越好，念恩忘怨，这个是很重要的。古人提醒我们，相见易得好啊，久住难为人啊。刚开始见面，哇，处得很热情啊。所谓，相见恨晚了，我刚刚停了很久，大家就知道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太好，要想这个词想了很久啊。哇，那时候相见恨晚，相处了一个月两个月了，开始看对方不顺眼了。我们刚刚讲到频道要接上去啊，清净心啊是把频道接上去了，普贤行啊是把频道接通了。极乐世界啊，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念无量寿经，德尊普贤第二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我们还没去极乐世界，我们就以普贤行啊为标准，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就是佛门说的身则决定身，平道接上去了嘛，一定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众菩萨都跟阿弥陀佛说，哇，那个悉尼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行者，哇，都是德尊普贤，阿弥陀佛，我们赶快去接他吧。师长有说啊，普贤行只有赞叹没有批评，你看礼敬诸佛，我们一批评对方啊，这个礼敬的心就没了。我们要见性不着相，见他的如来本性，不要见他习性出来的行为还放在心上耿耿于怀，那污染了自己的清净心了，也影响自己的恭敬真诚啊。哦，所以师长你看，哎，别人这些他不听，哎，都记人家的好。师长这些行仪啊，我们都要效法，念念不忘人家20年、30年、40年之前的恩德。记得有时候比方说到香港，我要回一趟台湾，师长接下来去哪，我说 回高雄，老人家马上啊，高雄晋中学会那个简居士啊，哇，我们以前在哪里哪里，他很扶持啊，你一定带我问候他，都是念这些恩啊，心上不装怨的。我们跟着师父学啊，就越来越像他，就跟他学啊。学是什么？效法。我们学无量寿经，就越来越像普贤菩萨，越来越像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得冷静啊，这个言语啊，对自己有伤害啊，出去了对团体都会有伤害的。我们真正想得深刻了，这个嘴巴慢慢慢慢警觉性啊，就越来越高了。学佛就是学理智，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的言语行为甚至念头不要起，对自己对别人有好处的言语行为念头才可以起。我们虽然不是马上能达到这样，但是我们的警觉性越高啊，不怕念起，只怕觉知，这个念头一起，有跟人对立了，看人过了，马上警觉到阿弥陀佛把他扶住了。那刚刚提到黄老这个第六个人慈人，新加坡有一对夫妻，这个先生赞叹丈夫，丈夫也赞叹他，所以称赞如来啊，从哪里落实啊？夫妻关系，夫妻最近啊，同室，同一间房间，关系最近，
一个人是不是有慈悲有真心啊，在哪里测试最准啊？最近的人身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很重要哦。我们要先有儒家做人做事的基础，不能一跳就变成大乘菩萨哦。你看儒家的次第，修身、齐家，由敬而远，由亲而疏，这个不是分别哦，这是缘分的不同。越亲的人跟我们缘分比较具足。那你在成熟的缘当中，我们都不能把普贤行用出来，然后我们说更远的人我普贤行可以用出来，那这个听起来人家一般大众也很难理解呀。好啊，你越称赞另一半了，你说可是他缺点很多呢。我曾经还遇过呢，我把老人家的教诲搬出来，当时我是在广东啊，哪里我就不说了啊。结果我在台上说，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底下有一个女士喊得很大声，没有优点。哦，我们这个在台上讲学还要接变化球了。可能佛菩萨有加持，我没有被这一声吓到。我呢，我就走下台去了。我走到他的面前了，我就给他鞠了一个躬，我说这位女士，我很佩服你，你的先生没有优点呢，你还嫁给他，你有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啊！我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啊？其实这个我们一反思是很有味道的。怎么说呢？人当你看着对方的一个缺点的时候，他会一直因为你执着，他就一直放大放大了。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不是先生动了，也不是儿子动了。就好像你的孩子其实就是一样的，可是呢，我们的攀比心一起来了，你净盯着他就盯着他的成绩了，或者盯着他，你钢琴要给我学好啊，不然我出去很没面子啊。我们迎接这个小生命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全然的爱，你怎么看他怎么可爱，开始了，我们变心了，我们的心有加东西了。那我们这个心用对了，境界就变了。你只看对方的优点，比方说另一半有他的不足，你不说，在亲戚朋友面前呢，他有一点好你就赞叹，这个话会传回他的耳里，大家都是成年人自己有问题或多或少都知道我这些问题我太太一句都没讲，我就这么一点好她到处赞叹。请问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境会怎么样？不好意思啦，格言别录讲到了，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
我们真诚的去相处，去赞叹，做到让对方自己生惭愧心。惭愧心是善根啊，善根有十一啊，惭跟愧就占了两条了。大家听清楚啊，是他自然产生惭愧心哦，可不是我们要去做事的时候，我非得做到你惭愧不可，这个就太刻意了。我们是尽好我们的本分，守好我们的真心，自然人之初性本善，他自然就感动了。我们感动不了对方怎么办？反求诸己啊，天下无不可化之能，但恐诚心为智啊。那这个丈夫啊，就赞叹太太：“哦，我这个太太啊，很贤惠啊！我母亲错怪她了，她还跪下来道歉呢。”这个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还那个言语里面还透着心疼太太啊。当然，这个很不容易了。这太太接话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婆婆啊，把儿子养这么大，跟我组织家庭了，所以老人是家里的宝啊，这个我们从小跟爷爷奶奶住啊，这句老人是宝啊，哇，我们体会很深了。”老人在这个家庭里面孝道啊，自然传承。一个家庭里啊，有孝道传承，是这个家最大的福报。孝悌为传家之本，只要传了，这个家祸福无穷。感谢老人啊，所以堂上二老是活佛啊，这弥勒菩萨教导的。佛在大集经当中讲了，世若无佛，佛已经涅槃了，没有住世了。善事父母啊，即是是佛，很用心的去照顾父母啊，跟供养佛的功德平等，所以堂上二老是活佛啊。所以这个媳妇啊，她很感谢婆婆，所以她说一点都不委屈啊，因为我一跪下来啊，婆婆的气就下来了。一般我跟这个女士们谈呢，婆婆错怪你了，你跪下来道歉，做不做得到？哦，他们都摇头，太难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净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净缘无难易啊，难易起于心啊，你觉得它难它就难，你觉得它简单它就简单，重要的是你的念头放在哪，放在自己身上就难了。你已经责怪我啦，我不骂人不错啦，是吧？哎，念头在我，但是念头假如是替婆婆讲呢，哎呦，那继续生气啊，那血压拉起来怎么办呢？你最希望的就是赶紧让她息怒，这个时候你一跪下来不勉强了，看婆婆降下来你心安了。
师长有说啊，学佛首先呢、啊，学吃亏啊，不能呢、啊、争一时啊，不要争一时之气啊。你看他一跪下来，啊，婆婆息怒了，啊，比方说是因为我那件衣服你给我放到哪里去了，我都找不到了，生气了，媳妇道歉了。后来过了三天，这个老太太自己找到了，她一看啊，是我自己忘了，哎呀，我误会了这个媳妇啊，媳妇还跪下来道歉，这样的媳妇去哪找啊？你看这个媳妇的真心转了，把婆婆的缘转成什么缘啊？转成母女的缘啊。哇，这婆婆真的把她当亲生儿女、亲生女儿来疼啊。学佛就是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个就是慈人了。吃不吃亏啊？不吃亏了，后福无穷啊！念头在替对方想，这个脾气啊，就不容易上来了。所以黄老啊，给了我们很多法宝啊。好，那我们刚刚啊讲到啊，黄老他的家庭，首先呢，他很早啊，父亲就过世了，家里困难了。相信啊，黄老也是很早就很有责任感了，也是特别体恤自己的母亲了。母亲又带领孩子学佛，又有那么好的舅舅在教导他。所以拉回到我们身上啊，我们得很好的来护念自己啊，护念家人，护念子孙啊。诸位同修啊，你们的挑战不小哦，你们在海外哦，哎呀，好好沉船哦，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哦。我们海外的华人不把文化传下去啊，会变成香蕉人哦。大家看过香蕉哦，外面是黄色的哦，里面呢白的。当然了，里面假如是耶稣基督啊、圣母玛利亚的思想，也是挺好了。但是不要是整个啊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哦，因为从工业革命发展之后啊，整个社会啊，追求物质啊，变成主流了，有点偏了，物质跟精神呢，要并进的啊，你精神生活越来越不重视，物质生活一直拉高啊，人就会物化了，就会见利忘义了，人性会扭曲掉的啊！我们的子孙呢、啊，人生难得啊，好不容易在长劫的轮回当中，这一生得个人生呢，又当了中华儿女啊。可以承接五千年文明呢，我们得把它护好。身教、言教、境教，多管齐下。不好意思哈，我这个身教、言教、境教一拉出去啊，今天的课程时间到了。哦。这个
明天不能再太拉出去了。好，当然我们这个缘起的啊，这个白话节啊，我们会把它讲完，这个会持续啊来深入学习。好，那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昨天回答了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影响没有宗教人学佛？首先啊，佛门特别强调啊，为人演说。我们刚刚提到言教、身教、境教，言教要在身教的基础上，所以我们首先呢，自己要表好法。佛教的，我有没有好好去做？我有没有敦伦敬分？我有表好这个法了。真的呢，表好法了，没有宗教的亲戚朋友啊，他会来找你。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啊，人心里面呢，心有千千结，家庭里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结果呢，他每天看到你啊，跟弥勒菩萨一样，笑得很灿烂。然后看你家里面相处得很融洽，请问他会不会找你？那他找你就有缘了。或者我们在跟亲戚朋友谈话的过程，佛门有一句话叫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个欲啊，就是对方现在的需要。承德有一些机会啊，跟大众做交流啊。我们在英国啊，有一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呢，本来是一个月一次啊，后来差不多两个月一次啊，已经啊交流了21次了。每一次拿着题目啊，30多题呀。40题呀，一回答下来4个小时，里面超过一半都是什么问题啊？教育子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跟亲戚朋友聚会，哪怕是打个电话，都是一个缘。我们能去关心他们的需要，进而啊，把可以解决他们问题的这些法药，所以你要契机，你不要他现在烦，比方说烦事业啊，烦家庭啊，然后你每天打电话给他，死生是他，死到最后最。死的时候去哪里最重要啊？他接你几次电话之后就把你拉黑了，
所以被人家拉黑了要反求诸己讲话要气理气机啊，能够观察到他的需要啊，可能我们担心了，哎呀 我不大会讲啊。你了解到他的需要，你自己觉得你不大会讲，你可以介绍他相应的经教。哦，哪个老师讲这个问题讲得特别清楚啊，当然尤其要把师父上人介绍给他，老人家是名师，一代高僧，让他接上这个缘。好，那当他感觉到哇，佛法当下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当下就能得利益，他就生欢喜了，他就愿意继续深入来学了。好啊，下一个问题啊，有什么方法帮助放下万缘，尤其是情执？好，这个《无量寿经》上啊，特别有提到。情执深重啊，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了。所以首先呢，我们得确立目标，这个目标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知道自己情执重啊，要懂得去对治了。那要用法来对治情执，无量寿经当中啊，有一段话：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有时候我们这个情呢，会执着希望对方能理解我，那有求啊，就会有求不得的苦了。三十信念说，诸苦皆从贪欲起啊，你有贪求了，求不到，苦恼就起来，不知贪欲起于何啊？应望自性弥陀佛啊！意念分持总是魔了。啊，当然呢，这个情执啊，有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控制要求，有些是放不下，那这个都有对治的方法。说实在的，你这个情起作用是控制要求啊，反而适得其反。学佛啊，真的要敏锐啊，真的要懂得啊，学佛就是自爱爱人。我们随顺情执，随顺控制要求啊，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没有，习气做主了。对方呢？家里人、朋友很有压力呀，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的。心态不要起，言行不要起，想清楚了，慢慢的就不随着本来的那个惯性去走了。修行是有过程的，深处熟，熟处深，
我们很理智的慢慢提起，一定要对自己对别人的才有意义啊，对自己对别人好的这个才有意义啊，就 不愿意啊再随顺这个烦恼习气了。哦，那哦还有是呢比较放不下的，这我们说爱别离呀，这些放不下的。说实在的，你再放不下，还得分离呢。所以这种情谊呀，要更用佛法来思维啊，所以应该是。要更积极的把这个情意啊转成一种愿力，不然无量寿经当中提醒我们了，善恶祸福啊追命所生啊，道路不同会见无起啊，夫妻住在一起啊，想做梦会不会梦一样的，你想的不一样，说的做的不一样，下辈子还会在一起吗？不可能啊，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了，再亲的人下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认识了，所以要转掉。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大家不要接下一句“千里共婵娟”啊！哎，有些人还蛮喜欢苏轼写的，苏轼最后也学佛了啊！啊，唯有念弥陀，亲眷永团聚啊，法界逍遥游，永团聚在阿弥陀佛身边哦。跟着阿弥陀佛到十方法界度众生，你看多逍遥快乐，有六神通，于一念情遍游十方佛国。我讲得很高兴了，我看你们没有很高兴的表情。哎呀，宇宙间第一等好事啊，可以待业往生，往生之后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啊，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所以大家还笑不出来啊，就不知道这个奖有多好。啊，所以啊，以后中秋节啊，要发这四句给亲戚朋友啊。不要发千里共婵娟，这样情执会越来越重了。我们要会转，用契合自己的法理来转自己的心念，那要护念亲戚朋友也要以他能接受的那个法，一个对治情执的法其实有不少，以你对他的了解，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劝他。哦，你比方说你遇到亲戚他临终了，他有牵挂子孙，你可不要，你情执太重了，一下他更闷了。你说啊，奶奶呀，你真的是太疼爱我，我们都非常感激你啊。那人呢，终究要离开这个世间了。离开之后啊，我们可能就见不到面了。
所以现在、阿弥陀佛创了一个极乐世界啊，往生那里啊就无量寿了，我们就不会死了，而且我们生生世世啊都能在一起啊。哦，奶奶你先去啊，你去了之后是阿惟越致菩萨还可以加持我们，你把他那个慈爱导到一种更高的一个理想去，而且你是顺着他的心意顺势而为，不要忤逆老人的意思，哎，顺着，哎，他接受了欢喜了，老人呢特别容易接受贴心的子孙，就是特别理解他特别照顾他，他会很信任你，你的话他很容易听进去。好，这个除了情子以外啊，我们啊放下万缘呢，其实刚刚提的观，一切都是缘聚缘散的，我们就不容易太强求，而且要懂得随缘妙用。我们今天学佛啊，可不能走两个极端啊，一个本来很执着，什么都要控制，一下子调到什么都不管了，变得很无情了，这个都是过于不及。老法师讲的放下是放下什么？放下内心的执着，不是连工作都放下，不是连家人的责任都放下哦。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敦伦敬分，其实就是很怕我们在家人一学啊，连本分都不敬了，这个给世间人看起来会很不认可，人家不敢学佛。所以在家人这个法都要表好啊，事上可以做，心上不要控制占有，而且你事上表得好，你就会让很多人爱要佛法，这就是妙用。我主佛法家庭，让接触我的亲戚朋友对佛法产生大欢喜，这个作用就殊胜了。我们常常说要借假修真呢，身体是假，你可不能听了之后糟蹋身体哦。甚至于，这个身体是臭皮囊，不怎么洗澡了，恼害众生，人家一接触，味道怪怪的，甚至于一接触了。这个女众头发剪得比男人还短，然后身上就穿着我是修行人，那个衣服就是到寺院才看得到那个衣服，然后在家族里面呢，他就鹤立鸡群，这个家族一聚会，哎呦，那个学佛的来了来了，然后呢，清汤挂面，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学佛。学佛啊，要和光同尘，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怪，但是呢，又觉得你，很多地方啊。让他感动，很多地方
他想向你学习，向你请教。所以学佛啊，不能着在相上，学佛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哦，比方我学佛了，学传统文化了，可是我到学校去教书啊，我们的同事不见得有学佛啊，啊，所以我从来不跟他们行九十度鞠躬礼的，啊，我假如九十度啊，他铁定退好几步。你的行为要让人家能理解呀，啊，所以佛法是念念要考虑到别人，这叫佛法。你不是着在一个相上去落实佛法了，你都要时时能感受到别人的心，你的应对啊，就会让对方能接受，如沐春风。哦，有时候人那个执着劲起来啊，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同学见到师长了，他就扑当跪下去拜了。师长说：“不拜不拜。”然后讲完了，师父就要回来坐了嘛，结果他扑通又要拜了，师父本来要坐了，又起来不拜不拜，然后呢，师父又要坐了，他又扑通又要拜了，不拜不拜。师父叫你不拜了，你要听话吗？哦，不然师父很累了，这样好几回合啊。所以人那个执着境来的时候，他不能融到那个境里面去了。啊，人一执着起来，如入无人之境啊，考虑不到别人。那这个学佛真的不容易啊！我们一不警觉啊，哪个人、哪个事、哪个东西啊，都可以让我们变成执着点。大家有没有听老和尚听他老人家讲了一句教诲，听完之后开始担心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哦。听错了，老和尚讲法是为了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开始担心了，你理解错了。可是呢，我们没有察觉啊，这个担心就一直放在心上了，所以连听法都有可能听出执着来，所以这个时候善有唯一就很重要了，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依众靠众啊，在末法时期还是很重要。可是大家不要听我说依众靠众啊，你今天回去就开始打电话了啊，找一堆人来共修共修啊，这个太攀缘了。首先当然了，我们本来就很有福报了，我们净宗学雪梨净宗学会已经成立啊，20多年了吧？这很难得啊！啊，昨天啊，当我接近我们这个教室的时候，啊，我的头皮就发麻了，因为这个教室长期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念着万德洪名。弥陀圣号啊，请问有没有磁场在啊？有啊，而且这样的因缘是很难的。好，哎，我们好好啊，护持好这一方的因缘法缘。但道场啊，不是要多，我们以前在社会也有一些习气啊，做大。做多，最重要要做精，做精才表了疗法。想做大会砰砰砰打肿脸充胖子了，会太去攀缘了。眼前成熟的缘，我们好好
互相互念。不去攀援。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借假修真，这个身体是因缘和合，臭皮囊，臭皮囊是叫我们别贪着，不是叫我们糟蹋哦。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借由这个身体啊，好好精进修行，珍惜这个身体的缘分。同样的，我们遇到的家庭因缘，就是一个，也是因缘聚散，但是聚的时候，我们珍惜它，好好成就自己，护念家人。不然你说看破了啊，这个世间凡所有这样皆是虚妄，因缘所生法我说皆是空，你都不用心去尽本分了，就偏到另外一边去了。那因缘可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比方说你当爸爸当妈妈，你要会当哦，会修哦，你面对缘哦，父子是缘，朋友是缘，夫妻是缘，兄弟姐妹都是缘，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都是缘，你能不能在这个缘当中提升自己，又利益在这个缘当中的每一个人，这叫菩萨道。自觉觉他，儒家说的明明德自利，亲民利他。可是你当父母，你假如不会修啊，你越修啊，你就越有控制的念头，会有占有的念头，会更操心，你就不会修了。我在这个因缘当中，虽然因缘聚散，我是爸爸的身份，妈妈的身份，可在我在这里练，我更不控制，更放得下，完了会修了。像我父亲啊，我很敬佩我父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读大学的时候啊，还没有毕业，我就做生意了。过去生的习气很重啊，我回外婆家呢，人家这些表弟表妹表姐表哥都是去回去玩耍，我回去做生意啊。结果啊，我就跟我父亲说啊，我说爸，我现在需要30万。我给大家算一下，29年前啊，我需要30万。结果你们面对境界很清楚，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那我也要清楚啊，赶快结尾啊。这个我你看我被境界转了啊。然后呢，我一说完了，我说我需要30万，我父亲说你要做什么用啊？我说爸，今天时间晚了，我明天再跟你讲。挂了电话了，
隔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啊，电话响了，拿起来，我父亲说，30万我已经给你汇过去了，你要做什么？大家能理解我父亲的心吗？我爸爸的心够柔软吧？他怕什么？他怕我觉得我不够信任他，啊，不是，他怕我觉得他不够信任我，他先把钱汇了，但是他尽他父亲的责任，他还是要了解清楚的，就是他在父亲的缘当中，他知道他是缘，他不会主导我的人生，你一定要怎样，他是顺着这个缘，他完全支持你，他培养你，但是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我想要的那个人，你让孩子都成为你想要的，那变成有点控制了。所以有一本书说，哇，这个父亲很会教，结果一教三个都是，比方说我们台湾最厉害的台大医学系，哎，你们的孩子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很少啦，每个兄弟姐妹是因缘，借由父母的因缘来成为一家人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的，结果你培养成通通一个模子，那个我觉得不是会教。会教是什么？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你都让他发挥出来，这叫会教。所以我父亲没有在当父亲当中去控制要求，但是你们不要听错了，要体会我这个故事，你们不要太冲动，回去就给孩子汇30万过去，到时候我不要我就阿弥陀佛了，你的孩子的状况跟我这个客观是不一样的，你们看着办，我什么都没说，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听而无听叫真听，说而无说叫真说。今天时间到了，那还有没回答到的，这个我们一定会回答。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